大车横躺在山壁边，不断冒出浓烟，零件喷飞四散，驾驶头部受伤，立刻被送上救护车。想不到救护车载着两名伤者高速穿越红灯路口时，一辆轿车绿灯冲出，没礼让，直直撞了上去。救护车被撞到冲上中央分隔道，轿车也因撞击力回旋半圈往后方弹飞。一场车祸，受伤两次，苗栗通宵这两名大车驾驶运气真背，先自撞山壁失控翻覆，搭救护车送医时又被撞上，实在祸不单行。惊险瞬间还有这里。 停车场内上演警匪追逐，白色BMW猛催油门横冲直撞，猛力撞上柱子，发出巨响，还爆出火花。八七两爆掉哎！眼见机不可失，远警冲上前将飙车驾驶拖出，才发现驾驶根本只有15岁，又是未成年，偷开家里的车。15岁左右，那时候没驾照啊。事发在21号下午5点多，警察接获民众报案，有车辆违规倒场后违规车辆竞从平面道路逃进地下停车场，想甩掉远警，在 B1到B3之间逃窜，15分钟后失控撞上柱子，遭到逮捕。机车的警车他有绕进来，到10几分钟吧。少年偷开爸爸的车出门，一路违规狂逃，所幸没有波及其他人车，以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。不过未成年开车，如果再酿祸，又是谁能够负责？记者钟镇贤、刘志展、苗栗桃园采访报道。我是陈志根，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，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。 棚内、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